好，翻到嚟 part two，咁我哋继续讲呢个2018年嘅东方嘅回顾啦。咁啊，头先讲咗几套啦，都系比诶，较咪住先，系系2018年抽翻嘅回抽顾翻啊，系嘛？抽翻，sorry，系 2018年抽翻咁啊嘅，咁我哋讲咗讲咁啲啦，咁我哋继续清埋佢啦，跟住下一套就都系交俾女姐啦。啊，点解系我咧？其实七夜都有睇嘅。唔系喎，你想升讨呢套嘢先咩？我其实我冇睇晒，我想讲，我通常睇呢啲，我开咗个头，我顶唔，我系去唔到个尾啊！我系冇睇晒啊！但系其实佢个尾都唔系交代咗好多嘢你点解你自己竟然睇得晒啊？啊，原作未完嘛？可能我睇唔晒，我系好再睇下个头，然之后中间我就去到头嗰五六集之三四集，我就应该就顶唔顺。佢个流向我就唔会再睇落去嘅咯，我就系啦，咁啊，作为一套百合花咁，但听闻女姐有啲嘢要升讨，你想啊，咁系呢个系咪要讲故事简介噶？上个月冇讲好过似冇讲嘅，过嘅，冇讲过，咁中间啊，咁啊，简单讲下个故事啦。咁啊，就系、是、主要就围绕两个人嘅呢个故事。咁啊，其实就故事就讲下呢一个由高田有希饰演嘅其中一个角色咧，就作为呢一个高中里面嘅后辈咧，就撞到一个学生会会长阿寿美菜子饰演嘅叫做七海登海子，君子系啊，我一定记得呢个名嘅，系啦，点解会海咁样边之后再讲啦，海建立边名系因为恨意而记得呢个名嘅，好，继续啊，系啦，咁啊，因为咧呢个高田有希饰演嘅角色咧，其实咧就成日面对住一个问题啊，佢认为自己都冇办法真正咁中意一个人。系，咁佢为咗呢一样嘢而烦恼，直至咧佢撞到呢一个嘅七海登子。咁然后呢个七海登子咧，亦因为咧呢一个，亦因为呢个高田有希拥有嘅呢个烦恼咧，就觉得佢哋互相吸引啦。咁啊，就系呢一个性冷感，谂住沟呢一个搵 sex partner 嘅学生会会长咧，搞出嚟嘅贵圈争恋故事。变咗呢个百合贵圈争恋咁样啦，都唔算贵圈争呢恋个嘅。moment 都未去到真恋，因为始终系一个两个人嘅事系啊一嘛。个系一个非常自鸠私又淫乱嘅故事啊！讲完，你两个 pair 玩还玩，就你两个点玩冇问题，但佢哋嘅问题就牵涉咗另一个唯一嘅良心存在，由阿系啊，刘英所真情。饰演嘅。真心真意付出嘅一个角色咯，嗱嘅佐伯沙耶香，个古仔就讲话佐伯沙耶香就同呢个七海真子都系青梅竹马，而呢个佐伯一路都系喺有呢个百合情愫倾向呢个真子，但系佢又碍于惊伯就会连 friend 都冇啊，就企嚟就确保自己企一个近嘅位置就可以啦。自从呢个性冷感同呢个 sex 搵呢个 sex partner 呢个七海真子搞埋咗一齐，姣婆就遇就着两个天其实根本。下。就不断喺呢个精神分学呢个坐白，就系两个 pair 喺度玩还玩，你唔好玩捻到人啊嘛，大佬。简单啲嚟讲就一个好就系七海登只系臭鸡，讲完。即系佢哋三个啲关系，即系明明你两个话系一齐，你两个又唔系一齐，你两个个心态各自都系好似咩料子咯。咁但系你两个玩，你都要记住有个第三方阿座伯系一心向登子咯，即系你可唔可以顾及下旁人嘅感受咧？而家成单嘢咧，俾我感觉咧，好难 hit 到套比悲伤还要悲伤的故事。哇！哇！哇！嗰套嘢系讲咩？嗰套嘢咧就讲话个男女主角咧就互相中意嘅，而个男主角咧就有绝症，就嚟死啦，所以佢就介绍个牙医就俾个女主角识。咁个女主角为咗等个男主角安心咁样去咧，就话好啦，我就同个牙医一齐啦。咁但系到咗个男主角死咗之后咧，男主角真情喎，咁个牙医点啊？你老母你两个仆街咁捻一嚟玩鸠我？喂，唔得唔得咯，唔得七爷，你讲漏咗啲好重要嘅 point 咯，就系、是、个医生本身系有女朋友嘅，跟住个男个男人个男个男主角为咗令到个医生可以同个女主角一齐。
佢捉嗰个医生，嗰、那个原本个女朋友，讲多咗啦，讲多咗，捉佢奸，呢个系三个人嘅故事嚟嘅，冇四个人，所以我飞嗰度趴嗰度。系啊，唔系佢，我要讲到件事有几扑街啊嘛，佢要捉奸，佢要揾医生个女朋友，然后捉奸，然后等佢两个散咗，然后将自己嗰条女介绍俾个医生啊。跟住个医生由头到尾就喺度玩弄啲感情啊！即系你明唔明？就系个医生本身就戴咗绿帽嘅，佢就帮手除咗顶绿帽，然后将自己顶绿帽笠落去佢嗰度。咁件事就系同即系同玩鸠嘅同玩鸠嘅医生系冇分别咯。咁同即系同呢套戏同你哋讲紧呢套咩终将成为你一样咯。你哋两条友自己玩爆佢啦，做咩揾人哋嚟搞咧？你两个系一齐，你咪直接同人用啊！就系讲，其实我哋一齐咗噶啦，我接受唔到你好意啊！即系你两个，你唔好话俾我听，两个唔捻知道左伯谂啲乜捻嘢，有两个点会唔捻知道人哋谂啲乜捻嘢啊？又玩又要屌你老母拖鸠住人哋成单嘢啦，好啦，黑兜。唔系，不过就岔开少少嚟讲，即系其实系呢套嘢嘅另外一条主线嚟嘅，就系讲阿七海登子。七海登子点样确立自己个 identity 啊嘛，个自我嗰、那个，因为佢有讲话，其实系佢有模仿佢家姐嘅嘢，但系你前面啲嘢都讲捻走咗我啦，已经唔系，但系其实故事个标题应该系想讲啊，七海登子个 identity 个危机啊，个自我意识个危机啊，因为佢一路系仿照自己家姐生前嘅形象活下去噶嘛，但直至有人同佢讲，其实你根本就唔似你家姐。嗯，嗰样嘢咯，但其实佢呢样嘢嗰个另外一条主轴就系嗰个淫乱又自鸠丝嘅故事。咁系咯，就两个淫乱又自鸠丝嘅故事，去搞捻到第三者就好啦。食雪糕食到上床嘅，咁做乜嘢咧？乜嘢啊？其实都唔知点解，系真系呢一两年大合作播咗嘅时候，呢咁嘅 title 啲带有呕呢个兴奋大合作话就开始系越嚟越多，我真系好自嘲。系西柚香味嘅，你口里面系西柚香味。哇！我又谂起嗰套，我又谂起嗰个咩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咧。唔系咪话唔好再讲啦？你头先咪话食雪糕食到上床嘅，就系嗰啲咧，个男主角咧帮，即系个医生就嚟同个女主角结婚啦，个男主角嚟咧就帮手睇婚纱，睇下咧就自己着埋礼服同个女主角影婚纱相。做乜鸠啊？好呕心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我睇第一套咧就系、是、啊，嗰套嘅又系呕心到不得了嗰套。因为佢就系两条女喺度磨豆腐，但系两条女各自都有男朋友，然之后其中一条仔系完全条女喺度磨豆腐，咁唔谂到自己条女嘅时候就会心啦，乜嘢整到佢唔开心，所以搵唔到佢，实情就系当两条女喺度匿埋自己屋度喺度磨豆腐，然之后嗰个大好善心男，好男仔就喺度心中有佢系咪我做错啲乜嘢衰嘢，点解会咁样嘅咧？真系大佬。点解要？即系其实呢啲嘢咧，其实真系唔系俾一般人睇，真系俾百合老嘅人睇。一般人去睇咧，肯定接受唔到嘅，大佬。即系如果你真系一个真正中意百合嘅人睇呢啲嘢咧，先会领略到佢嘅美好啊！我觉得系咪啲进阶版嘅作品嚟噶？即系唔系我哋呢啲我哋嗰啲，即系唔系接触得好多。即系唔系有啲 K on 嗰啲噶啦，系啦，即系唔系 K on 嗰啲啊，等系即系唔系有啲唔系兴奋，我哋要喺埋一齐啊，唔系嗰啲咁嘅嘢嚟嘅。一嘢玩到咁尽咁呢，就好明显唔系我哋可以，唔系我哋呢个级数嘅作品嚟嘅。我哋要接唔系咯？我觉得就算真系百合佬嘅人都会觉得七海登子系臭鸡咯。俾啲尊重好唔好啊？又俾啲尊重你啊嘛！真系，OK， 我系呢一个殿下 Otos 呢个奏歌，你唔好乱认啊！呢啲你快啲笠头盔啊！系啊，俾人意见亦不代表本人立场嘅。呢条奏歌唔系咁自作啊！你唔好乱嚟。呢头仲系冇嘢想补充啊，女仔。冇啊，就系入乱又自救事啊，讲完。就系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百合版。屌咁又冇咁尽嘅，我系差唔多，真系冇咁尽，即系佢冇拆散人哋牙医师喎，首先啊，咁啊系，你啱嘅，你啱嘅，系啊，
咁啊，好，差唔多啦，下一套啦，咁啊，下一套讲就系讲到又系讲到轻松啲嘅嘢先啦，讲完啲呕心嘢，讲到轻松啲噶啦，就系、是、呢个骷髅书店员呢、這个本田君系啦，咁啊系一套几讲客嘅，其实睇住个封面系啊，佢咦乜做乜鸠咧？点解无啦啦有个骷髅头跟住做书店员周围走咧？咁原来咧就唔系真系讲有个骷髅骨做书店员，就系讲有个。本身有个书店员嘅作者咧，佢又画漫画，咁啊将自己喺书店度嘅经历咧就画成漫画，咁啊唔想出真样啊嘛，咁啊将自己撩到变咗做个骷髅头，咁然后咧佢周围嗰啲同事咧就撩其他头，譬如有个系南瓜头同事啊，有个系骑士头盔头同事啊，跟住有个系剑道嗰啲头盔嗰啲头咁样嘅。唔系，其实一讲下咧，因为前面嗰啲动画咧。好似用出书店个名咧，都觉得麻麻地嘅。佢呢间书店咧，系咪开喺万圣节镇嗰度嘅？唔系，所以咧，其实咧，佢有一集系讲万圣节噶，所以去到万圣节嗰集系唯一一集，我觉得啲店员冇为我嘅一集咯。佢讲鬼节嘅时候，我就觉得，个南瓜头行出嚟完全冇问题喎，咁样。会唔会突然间有阿 Jack 行出嚟噶？冇啊，咁又如果有可能爆啲啦，咁啊，咁佢呢套嘢就十分钟一集嘅啫。其实就纯粹就喺我分享呢个本田君佢喺书店啊或者同书店相关嘅一啲嘅工作嘅时候嘅遇到嘅一啲经历，咁啊其实都几有趣嘅有时，譬如你成日谂住书店都系执书啊，跟住即系上课落课咁样冇咩特别啦，咁但系唔系嘅，因为你知道即系如果你喺书店度行过，你自己会做过呢啲嘢，譬如你会问个店员系你有啲咩书好介绍啊。你有冇谂过你呢句无心嘅说话对于呢个店员系一个几大嘅心理压力咧？啊，系咯，跟住你做乜？如果本书唔好睇，咁点算咧？系啦，死啦！我到底介绍边本书俾佢咧？死啦！佢讲过下场唔系我负责嗰个书架嚟噶。跟住谂咗好耐，咁同埋譬如会如果撞到啲外国嘅客人。咁啊嚟得日本啊，梗系买日本动漫嘢啦。咁仲要系重口味嗰啲，哎我。Hey friends, I want a hentai manga. Can you help me to find it? 咁样，咁啊，本田君就哑捻咗。到底应该点讲俾佢听咧？咁啊，佢嗰个书店唔系嗰啲古典籍嗰啲嚟嘅，梗系唔系啦。屌，佢唔系夏目漱石嗰啲咩？全部都系买过，系样样都有。佢样样都有。普通书店嚟嘅，我睇个封面，好似净系全部都系夏目漱石嗰啲咯。梗系唔系啊？佢有啦，太宰佢有嘅，佢都有嗰啲嘅。咁但系即系有唔同书架噶嘛？书店咁有啲系古籍。有啲古典啲，有啲系现代，有啲系文学啲、文艺啲，有啲就系动漫嘢，有啲就系同人志都会有嘅咁样。咁跟住，譬如咧，佢有讲过话，你知唔知一本书有特点啦、啊？咁我再站在我哋嚟讲就啊，有书签送啊，有个书个封套包得靓啲咁开心啦、啊。你知唔知道？对于店员嚟讲。系好捻大镬嘅一件事，因为特典嗰嚿嘢同埋本书系分开送俾你，即系个店员系要自己入噶，扑街吓，系啊，系噶，呢个系噶，你知唔知呢个不嬲都系噶？跟住嗰阵嗰啲咩骑士头盔啊，嗰啲大姐姐啊，嗰啲南瓜头店员一见到，我有特典啊！屌，佢呢套好似系嗰啲职场修罗场嗰啲动画咁喎，如果你咁讲，每集都打仗咁样咯，即系。最应该系几搞笑又几好睇，好有趣嘅，佢就真系讲到嗰行嘅一啲有趣嘅嘢出嚟，而佢又直处理得好好笑咁样，仲咪有啲再实在啲嘅就系有啲人打电话嚟投诉，喂，我觉得咧你嗰本嘢咧好色情、哦，即系唔系好意识不良、哦。哇！我点答你啊？我做店员嘅咋，大佬，本嘢咸咸湿关我咩事啫？又唔系我负责入货，咪前排嗰啲咯，前排嗰啲咯。地平线出咗新一集，跟住之后咧就影，跟住有条友咧就影咗个封面，跟住就抌晒出头话：哎呀，我真系觉得咧，而家啲小说咧好啦咸湿啊！系啊。唔系，跟住仲要系佢，仲要咧有句咧系奉系几串嘅，就系佢唔系佢梗系唔系串个客啦，佢答完个客之后收线就话啊呢本嘢有少少露就系、是、色就系、是、唔健康嘅色情，
咁由嗰一眼望落去咧，就系嗰堆咸湿同人字嗰啲，跟住点解呢啲就出到街咧？真系唔捻明啊！跟到底大家嗰个咸湿健康咸湿同街线系点样画嘅咧？真系好难明。系啦，咁咪我觉得佢呢啲位就几绝画添咯，仲要系我觉得咪似之前咩村上春树喺书子俾人禁售嗰单嘢一样啫嘛。系啊，啲人吓做乜烂嘢啫？即系好多有我有个 friend 睇咗嗰本书啊，就系、是、话。嗰啲位都唔关事嘅，乜嘢啊？唔系你如果你讲嗰单嘅话咧，咁其实嗰单咧就系、是、咁，你不如禁晒所有村上春树嘅书啦。有边本村上春树嘅书系唔涉及呢啲内容嘅？系好似冇乜，除咗短篇咯。系咁啊，短即系净系出短篇集咯。咁除咗短篇集咯，佢所有长篇都系会有分类噶啦。系啊，咁做乜嘢啫？即系大家嗰个界线究竟系点界定嘅？即系佢呢度，所以我觉得呢套作品系，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书店店员嗰啲工作，咁当然佢画得夸张啲啦，但系佢个取材系真系几有真实感嘅。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就睇下啦。咁啊，十分钟一集就唔系好嘥你时间嘅。咁样好，咁啊，再下一套啦，就系、是、呢个哥布林杀手 （Goblin Slayer）。咁啊，当初。呢套嘢出街嗰阵就好爆啦，咁啊个哇哥布林强奸啊，又即系佢即系话哇讲到呢个咩冒险世界，话奇幻冒险世界啊，其实唔系想象中咁美好啊，好现实噶咁样咁啊，其实但系去到后面一路个剧情嘅走向就系冇噶啦，已经系啦，冇佢第一集就已经系嘅巅峰，佢就好似麦兜只火鸡咁样，喺未食同食嘅第一啖就已经系佢嘅巅峰。系啦，咁佢其实后面就兼力嚟嘅啫，当初漫画都系咁噶啦。系啊，系兼力嚟嘅啫，佢后面就已经系好正常嗰啲接流水账噶啦，已经系好流水账。系啊，流水账式就接 job， 然后就同佢添人去打哥布林嘅故事咁样嘅啫。但系人哋话点解佢？对付哥布林啲手段系即系有少少根据，有啲战术意味喺度，话几有趣咯成件事咁样。系系，咪即系系咁咯。个睇头就系睇呢样嘢咯。再一样嘢好莫名其妙，就系唔捻知点解就开始要扩充个后宫团咯。系啊，真系好啦，戇鳩嗰样嘢就系咧。喂，剑之圣女编到我就觉得系好啦，戇鳩啊。喂，剑之圣女，剑之圣女系劲呕心啊！讲真，嗰一篇系有牙系。好啦，你同我讲话剑之圣女系上一打魔王嘅勇者团，然之后你跟住再同我后补设定就话，原来当今国王就系当年同圣女一直去打魔王嘅，然之后你同我讲话剑之圣女嗰个城有哥布林，然之后剑之圣。然之后要靠阿哥布林杀手去打啲哥布林，一打完跟住就饿死咗。我心谂你个国王 friend 托柒噶，系啊，同埋佢仲要话剑之圣女点解佢而家又盲咗眼啊，又用唔到神圣术嗰啲咧？就系话因为佢我都俾哥布林强奸过噶，我所以我其实都好惊哥布林噶。咁样佢有一段咧，直头系帮哥布林杀手打捻晒飞机咁样，就系话咧，哎呀，咁你会唔会请？喂，系。剑之圣女啊，打个魔王嘅勇者啊，同阿哥布林杀手讲，你会唔会拯救我啊？跟住哥布林杀手，我唔会拯救你，但系如果你需要杀哥，你需要对白，系你需要杀哥布林嘅时候咧，你就揾我，我一定会出现咁样。跟住阿剑之圣女就好感动，就湿晒咁跪喺地下，哇做作嘅，好黑心啊，我觉得。嗱咁又咁讲，哥布林杀手就冇黑色剑士咁讨人厌嘅。系啦，系啲情节。个问题系，真系好啦。你同我讲话，你当今国王亲友，然之后你只不过下水道有只食人鬼，再加几斗嘅哥布林，然之后个国，你竟然唔可以叫你个 friend 派啲人帮你打哥布林，而且同我成全个屎啲人都唔捻在乎，所以唯有求个边境嘅人帮你打。咁成单嘢好啦，我觉得做够作咯，我想讲。系咯，所以即系嗱你呢套有啲打斗位 OK 嘅，即系譬如嗰啲就系嗰啲，屌唔俾你用，嗱你唔好再用水啊，唔好再放火啊，咁啊，咁我唔用水唔用火去整哥布林，咁我点啊？玩粉尘爆炸咯，咁去度呢啲桥，咁咪有时觉得睇落几有创意咁样。Q Q S Q S Q，
系咯，阿叔，我唔系讲套啦，做乜嘢啫？抽水啦，变咗嗰啲咁，咁咪咁样咯？吓，乜嘢？原来啲粉墙系会爆炸嘅咩？我哋唔知噶，我哋大学生嚟嘅咋？唔系，咁大学宿舍里面嗰啲人通常都系得哥布林智力嘅。唉，俾啲意见俾佢，冇人立场。俾啲尊重 ，OK， 俾啲尊重我冇啊！你自动讲啦，搞到我讲唔到添。俾啲尊重我冇啊！你信唔信我叫哥布塔嚟啊？唉，同埋去到其实去到后面都冇乜特别嘢做噶啦，其实即系我之前咪套租过咁，哥布林有咩打最最后咪打哥布林王咯，咁结果佢最后真系打哥布林王嘅，咁。咁最后打完哥布林王守完啊哥布林杀手自己条村之后，咁就话佢啊走出阴影啦，都肯除低头盔啦，面对群众啦，就有识到班朋友啦，咁样就 end 咗个故事啦，咁样。咁我觉得就成套嘢我唔知啦，因为我冇睇漫画又冇睇小说，我唔知原本会唔会再写多啲嘢啦，但係动画就冇乜特别囉。冇啦，佢跟住就係讲话。就讲到个命运法则嗰样嘢，就系两个神喺度窒息，即系然之后就讲哥布林系特异例子嚟，佢系唔会受窒息者影响咁样。不能有冇咁劲啊，哥布林！哥布林杀手，哥布林杀手。哦，个哥布林杀手。佢哋话其他个即系咩？啲命运呢个就系由嗰两个神去窒息者去决定，究竟即系避唔避得开啊？就系由佢两个窒息决定。唯独哥布林杀手嘅行动就由哥布林睇得自己完全吓，即系成个世界得阿哥得阿得阿哥杀有自由意志啊！黐线噶，佢凭乜嘢啊？我想问，就凭因为佢净系去杀哥布林，得一个人有自由意志，咁佢就系呢个世界上帝啦。你明明系杀四怪，你咪执着翻一个小人物嘅经历，你又要堆成炸你俾佢堆得多，又觉得好似唔能够丰富，又要安多个。安多个屌自由属性俾佢，啲做乜嘢？搞咁多嘢做乜嘢？即系呢套又好捻唔中意，就系咧，我真系好捻唔中意阿梅把声，即系成套嘢咧，屌你基本上佢嗰个角色搵边捻个配都一鸠样咁样就系啊啊嗯哦哦好啊哦好啊咁个歌杀啲对白就系咁样啊嗯，我屌啊！呢套嘢咧，由始至终我都冇期待过，所以我冇失望，所以亦都冇睇过。我净系一睇咗就有两集之外，咪就系冇乜特别咯。咁咪同埋我除咗系咪睇下石上静香？其实真心唔需要睇动画，即系真系叫做稍为有兴趣。其实你睇嗰个漫画够，啲分嘅一样嘅啫。我入女界大把啦，咁佢有几只？我一讲咧，咁佢有一两只系佢嘅。睇嗰个石上静香咩嘛？系同埋唔系，我想讲咧，佢初头出嗰排咧，最初出嘅时候咧，啲漫画铺咧，即刻就摆咗啲哥布林助手打真君嗰啲咯，系真系，即系二种间打真君，但系佢系嗰啲叫做稍微有少少15+以上嘅漫画咯，系哦，佢都系呢套嘢。啊，都系靠坚明，坚唔值得花时间睇咯，坚唔值得花时间睇咯，讲真。我睇完都觉得系，同埋我听完你咁讲之后，我突然间觉得佢以杀哥布林王呢个位完咗，佢系正确嘅决定嚟嘅。啊，因为已经够呕心啦，佢后面再讲嗰啲嘢，我就真系 cut 翻，我唔捻睇啊！屌你，咁佢咁样一季完都好嘅，咁好过咩啊？佢唔系一季完啊 ，Goblins 你啊，佢话哥布林杀手会再度归来。好似猫咁啊！好啦，哥布林杀手会再度归来。做乜捻嘢啫？而家得咪咩？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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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啲尊重好冇？我用 Batman 嚟同哥布林杀手比美，仲唔够尊重佢啊？我叫你啲坏嘅手我叫你啲坏嘅手，我系叫你一个俾翻啲尊重 Batman， 一个俾翻啲尊重 Avenger 手 BGM。哦，你啱，你啱，我哋唔应该攞个哥布林杀手的 End Game 中文译名《哥布林杀手玩捻完》咦。咦 ，OK 喎、啊、呢、這个，不如咧，
不如第二季系第二季整个自己整个原创结局就系、是、哥布林杀手扑咗街咁样，会唔会？唔系咯，哥布林杀手用运用自己嘅自由意志令到哥布林绝种咯。系咯，可能都可能又可能好睇啲咯。咁啊，差唔多啦，呢套嘢都唔使讲咁多。好，再下一套又可以好快讲完嘅，就是、宇宙战舰提拉米斯第二季。咁啊，一个派胶嘅作品竟然可以开到第二季，我已经冇睇啦。唔系啊，佢真系其实佢只不过系佢系表面上系派胶，但系其实佢嘅内容好认真嘅。系啊，佢系嗰条主线系，佢条主线系 keep 住行紧嘅。跟住个故事系一路喺度推进紧，我系睇下唔知自己睇紧乜，点解条主线？佢系班角色咧，日日喺度派胶嘅啫，但系咧佢哋场仗咧系好凄惨嘅，其实打得系啊，同埋系去佢条战线系一路有推进噶，佢哋唔系交完之后冇做过嘢，系真系有做紧嘢嘅，咁系好啦神奇。同埋咧佢入面咧啲套租越嚟越凶狠啊，譬如嗰啲咩。你嗰啲好傳統嘅咩 Double O 嗰啲 Double O 拉神同 Double O 高達合體嗰啲啦，合體畫面啊，我要成為呢個前輩嘅翅膀啊！但係唔好意思啊，你個駕駛艙咧唔係喺只翼度，係喺嗰支大炮嘅個炮頭嗰度。因為一開炮嗰下，前面嗰條友就辣到攞友，辣到個攞友著曬火咁樣，喺度玩呢啲嘢咁啊，跟住。佢仲有啊，仲有个位好乸絕核嘅，就係、是、有个呢类似铁血孤儿嗰个柯纳耶式系统咁样呢，个敌军嗰度就有个呢有支大头针一嘢插我个后颈度呢，就连接住啲神经，咁你个驾驶系统就好劲咁样啦。跟住呢主角个大佬呢，就理论上系嗰啲你当系玛莎级嗰啲人物嚟嘅，咁应该系好勇敢好果断，做完手术就去驾驶机体嗰啲啦。咁点知去到就嚟驾驶嗰下，大家啲人话：咦，你做咩唔俾支针插落你后颈啊？跟住啲人一拿开佢条后颈一睇，咦，点解你冇做手术嘅？跟住啲人就话：点解你要咁做？点解你要咁做？点解你要咁做？跟住咧，呢个大佬讲一句绝对无敌嘅原因：痛。俾啲尊重。唔系俾啲尊重，系痛噶嘛，仆街。又好似几有道理喎，系喎，好卵痛噶嘛？点解要咁做咧？点解唔可以正常驾驶部机咧？点解要整支大头针插落后颈咧？咁样都话咁咪唔够劲咯？咁痛噶嘛？咁样跟住就大家无限轮回啦。咁要驾驶机体噶嘛？咁痛噶嘛？咁要驾驶机体啊嘛？咁痛噶嘛？咁啊咁 loop 咗落去，咁就系就喺度玩呢啲嘢，咁好卵戇鳩嘅。咁后面其实就系将。即系正经机械人嘅经典桥段攞嚟笑一下咁样咯，系嘛？系，即系上一季都系咁啦。上一季都系咁，不过今季玩得更加凶狠啲人嘅，更加戇鳩咁样咯。咁啊系 keep 住好笑，咁大家可以睇埋佢咁样啦，系啦。咁好啦，唔讲咁多啦，呢套嘢即系都系背面翻，大家有兴趣睇咪睇咗佢啦。好，咁啊下一套就呢个月影特工。唔好月影特工住啦，不如讲市内武先啦。哦，反正都讲咗哥布林啦。咁啊，咁好啦。咁讲完呢个咩？我关于我转身成史莱姆这回写档事宜咁样。咁啊，其实系两季翻。做咗半套啦，而家两季翻嚟。半季翻，依家就讲咗目前为止嘅进度先啦。咁都睇得几爽皮嘅成套嘢，都冇乜特别反感嘅地方咯。系啦，即系都系明明都系嗰啲套路，但系佢又玩得一种恰到好处咯，不温不火嘅感觉咯。咪好似睇人玩 RPG game 咁咯，但系一开始就出晒外挂咁样，但系你又唔厌倦成件事，因为个男主角个即系个主角唔系打算出风头嗰啲人嚟噶嘛。系啊，咁样就系咯，佢唔系，嗯，你讲先，你讲。你讲先哦，系同埋佢外挂系外挂噶啦，即系暴食者呢个技能系屈晒机嘅，咁但系佢亦都做到一样嘢，就系佢虽然一次过佢可以攞到好多技能翻嚟，但系啲技能但佢系唔识用嘅，系啲人啲技能点用佢系要时间学嘅，佢要时间谂嘅，咁所以佢最外挂嗰样嘢系大贤者。系啦，系大贤者教佢用啦，仲要必要嘅时候就可以 switch 咁样。啊，大贤者你用我身体打啦咁样。听到卡路，
系啦，屌，原来吓、啊，原来可以咁样，嗰次睇到，哇，屌，原来咁交俾立俾到多生，系咯，屌，原来可以咁样嘅，咁同埋，但系嗰同埋嗰啲屈机，睇佢屈机嘅时候咧，你唔会觉得呕心，你觉得好乸爽皮。佢特别佢哋打嗰啲半兽人军团嘅时候咧，你见到佢佢班僆，佢净系班僆已经劲到喺度炸到啲半兽人飞起啊，下下有核爆蘑菇云咁周围飞啊，连最弱鸡嗰只哥布达都喺度手撕半兽人军团，做乜鬼嘢啊？系咩啊？哥布达其实系武术天才嘅，哥布达系天才嚟的，系啦。原来佢系即系佢教人就唔掂啦，但系佢自己唔知点解就可以练打到好劲咁样，咁啊拧得好快咁样咯，系咯，咁啊，唔系其实我最中意系阿 Libulu 佢嗰啲虚空作势，你唔够胆打我噶啦，你唔够胆打我噶啦，你再咁搞我咧，我就打你哋咁样，跟住佢心里边就话快啲走啦，好吧。快啲走啦！我唔想搞大件事啊！快啲走啦！走啦！求下你啦！你走啦！咁样咁系我最中意佢嗰种内里个心声，同埋佢出面嗰啲虚空作势嗰个反差，几得意嘅成件事。系啊，但系佢所以佢成套嘢就样样嘢都平衡得几好咯，同埋佢都同埋我有一个位置真系中意嘅，就系佢讲阿静嗰两集系写得好好嘅。同埋嗰个系将成个古仔嗰个通咧，变调咗，就系、是、当初其实史莱姆系即系阿利姆鲁系冇目的噶嘛，佢嚟呢个世界冇目的噶嘛，但系阿静嘅存在系俾咗个目标佢，俾咗目的佢咯，系啦，你估唔到就系魔王当初嗰个咩预言话你呢个系会呢、這个系对你嚟讲系好重要嘅女人，仲以为系咩喂收后宫啊，呢个系正宫嗰啲啦，即系你唔会谂住有认真剧情噶嘛，点知阿静嘅存在原来就系、是。佢所谓嘅重要就系令到阿 Limulu 喺呢个世界入面有一个目标俾佢前进咯，咁啊竟然系咁样嘅安排，系即系估唔到，终将成为你，真佢真系做，佢真系做，真系成为咗，真系成为咗阿静，咁啊系啊，用阿静嘅身体就喺呢个世界度立足咁样，系几日。呢个情节真系好中意啦，然后佢后面嘅令到你觉得佢后面嘅发展就有咗啲方向啦，就唔再系以前漫无，就不至于去到罢工工程师咁漫无目的喺度周围饮饮食食咁样，咁就系样样嘢都平衡得好嘅，同埋佢所以就暂时进度理想啦，希望佢之后 keep 住可以发展得好啦，咁样希望啦，因为始终都有啲点讲咧。因为我一直系有睇 K 岛讨论，同埋我又走去睇晒漫画，同埋咁其实咧佢前面咧佢劲慢咁样做噶嘛，咁但系而家咧就搞到咧后面好似有啲唔够时间咁样啦，佢开始赶啦，变咗做系，因为佢谂住完去到边个位完啊？佢而家啱啱做完小说第二本啦，咁但系佢系要做到第四本。嘅中间嘅佢而家个动画嗰、那个，即俾个线索我哋啊，系佢系要做到第四本中间嘅，咁但系佢前面用咗成十五集先至做完两本喎，咁你去到后面佢咪要开始火车，咁要火车咁样讲晒，就要开始火车咯，嗯，咁所以就系惊佢火车咧，咁啊会冇咗前面，即系佢慢慢累积落嚟嗰种好感度啊，即系观众嘅好感度啊，系。咁样就系咯，同埋佢话佢难得嘅就系佢前面其实佢系好慢慢咁样讲佢嗰个即系同一般嘅嗰个成为小说家嗰啲咁嘅转身系唔同，佢系会慢慢讲佢立足喺呢一个世界之后遇到同伴，然后开始去Minecraft 起条村出嚟咁样噶嘛，佢系慢慢咁样发迹史咯，有佢慢慢讲呢样嘢出嚟咯，系李嘉诚啊。咁佢去到后，咁佢而家开始咧，佢要赶火车咁样讲咧，我话惊呢一啲部分佢会开始会即系几个画面，即系当然有啲部分有啲位系可以几个画面大过嘅，但系我唔想佢净系就咁几个画面大过咯，因为最主要其实佢呢套嘢个目的就系睇佢玩 Minecraft 嘅，系。反而你话去战斗啊嗰啲嘢咧，其实本身佢小说都已经唔系做得咁好嘅，即系唔系写得咁好噶啦。佢因为佢点样写都好咧，佢都系一个回合制嘅战斗嚟嘅。其实 ，O K， 你点
但系佢真系回合就只系对面出一招，跟住阿里乌连食咗佢，然后教分析完之后，阿里真系咁样嘅，咁我就出第二招嚟对过你，跟住对面又出第二招咁样，好回合。都唔系睇战斗啊，摆到明呢套嘢。系啊，呢套嘢系睇佢系睇。睇佢哋点样玩资源管理啊，系啊，即系企业管理嗰啲嚟噶嘛，系啊，睇佢玩 Minecraft 咪，睇佢发展佢嗰个地方，系，我觉得呢部分系好睇过佢嗰啲战斗，呢个部分系佢呢套嘢嘅重点嚟嘅，即系人系睇佢呢部分嘅，其实最主要，咁所以我会希望佢后面呢一部分唔好太过删减得劲咯。OK。好啦，咁啊，下一套啦，咁就，我冇睇开到都冇出声。点 ？OK， 咩？八八八啦八，八八八啦八啦八。八八八八八十八八啦。好洗脑，今季好多主题曲都好洗脑。嗯。佢上一季嚟讲咧，真系呢季咧，其实真系好多首 OP 都系好好嘅。讲嗰个终将成为你 OP 同埋 ED 咧。都系好好听嘅，虽然套嘢我睇咗四五集啦，但系 OP 同 ED 我仲听紧嘅。系咁啊，套住嘅特工啊，系特工其实新番嗰时好乱咁样讲咗啦，咁所以唔再讲个故事简介，希望大家可以增加个浏览数啦，可以翻听翻上一次嘅讲真话。咁呢套嘢其实做完咧，就12日做完，其实都叫有啲意思嘅，因为其实佢。整体呢套嘢个大其实都系讲话，其实系揾间谍啦，就讲话其实呢个月影对呢、這个邪恶组织个对抗里面，就讲话月影里面就系有一个间谍嘅，就整体个大佢都系话叫你揾个间谍出嚟啦。咁去到大约尾四嗰集，个间谍就出咗嚟啦。事后睇翻，其实就好似真系成套嘢俾咗好多嘅提示，俾咗好多线，俾咗好多线索嘅。就俾咗唔系真系话好鸠，我就啊佢真系间谍啦，就唔系咁样。你睇翻由佢曝光呢个间谍新闻，再睇翻之前啲集数，咦唔系喎，佢又真系好似认咗好多系真系间谍。有一集唔知讲话啊，我哋会唔会调啊？然之后唔捻知有个话。俾人啦，啊系啊系啊咁样，好多佢真系实际上真系睇翻前面啦，佢真系做咗好多叫做可疑嘅行动，咁但系有样可惜就系成套嘢去到最后尾讲，其实对面间谍嘅一条桥嚟嘅，就系、是、你以为佢系半变咗投身去敌人做咧，实际上佢只不过系投身敌人度，即系再做呢个双面间谍去再打探翻敌人个根据地喺边，呢啲好老土嘅桥段。反间计啊！就有啲老土咯，即系你倒得爆个间谍出嚟，嗰、那个位就真系好鬼诧异，就嗰一集系同你讲，哇死啦，咗好捻多人啦，然之后隔咗两集，全部人冲翻晒出嚟，就多啲好嘢，我觉得，即系你铺咗咁多集，你终于铺咗个爆啫，突然间你就同我讲，啊啲爆点其实都唔系好爆嘅，冇事嘅，全部都咁就，即系当嗰集出嚟嘅时候咧，呢、這个。故仔嘅构成咧，俾人咪去追究翻就话，哇！点解嗰集死咗咁多人啊？你又话唔会有好似有内系列嗰啲咁嘅悲伤情节嘅？跟住话咩啊？你有冇睇清楚个访谈？我系话唔会有好似有内咁嘅悲伤情节，唔系话冇悲伤情节啊！睇亲啲啦咁样。吓，拍卡伊罗，拍卡伊罗呢条友真系，我冇话会悲伤到好似有内咁啊！我边有讲过话冇啫？但系去到最屘就真系冇嘅，我觉得系嗰一集突然之间个转折太过犀利，俾人执埋。去到最屘其实就真系冇嘅。咁我又觉得你既然想你不如黑到底啦，真系有啲系写死佢啦咁样，咁就会比较留个心印象会重啲咯。但可能系因为佢呢套嘅其实又系计划，佢又有惊又有成咧，就唔想。写死啲人咧，咁啊，所以最后屘要全翻山覆，咁啊挤人喺度就比较可惜咯。但系，我有个位想赞一赞嘅，就系佢嗰个，因为佢讲过个设定就系佢哋要用啲香料，即系食药，令到加强自己体能咁样噶嘛。咁但系，即系食禁药都有个身体都有个极限喺度噶嘛。即系去到某个年纪就啲药就可以再系啊，系啊。咁啊，咁故事又讲到啊，女主角个师傅就准备退休啦，咁样，咁就要啊自己去徒弟打失忆针咁样去令到
佢令到即系断舍离嗰件事，我觉得其实系做得几好睇嘅。嗯，呢一 part 咧，到到我睇咧，好啦，黑超特警做 feel。黑超特警张电影第一集都系咁样噶，韦斯密夫就系要整嗰啲失忆棒噶嘛，又系。系啊，令到佢前辈，令到佢前辈远离 MIB 咁样嘛。系啦、啊，去做邮差，其实嗰下可以几黑超特警张个 feel 系几好嘅。即系呢套嘢咧，我就讲真话，其实我都话佢有一种好旧嘅味道喺度，佢 opening 又怀旧，佢入边即系做啲嘢都个剧情发展其实都真系老土咯，系怀旧咯，系啊，我就老土味咧系几正嘅，我都觉得，即系头先我讲话歌部剧完全唔值得花时间，但系呢度我觉得即系有时间就可以睇嘅就，睇咗冇坏，讲真 ，OK 咁样咯就。唔係，咁佢呢啲老即係老土嘢，近年都特別加分嘅，特別係依家創新，所謂創新都經常大爆死嘅情況下，咁你行翻呢啲路線，可能都係另類嘅有新意嘅嘢嚟嘅，大家有興趣咪望下咯，咁樣係啦。咁啊，喂，講多一套啦，最後一套啦，都係中期嘅。邊個？係呢個 JoJo 的奇妙冒險第五部《黃金之風》。系啦，咁边个系啦？咁啊，做到呢，做到暂时为止就打到镜，打到镜世界，即系打到镜人、镜中人嗰度。打死我啦！打死埋系啦 ，KO 埋佢啦！咁就准备搭火车啦，应该就系、是、开始搭火车咯。跟住就应该系搭飞机啊，跟住遇到啲越嚟越劲嗰啲替身咯，未好似冇咁快揾到个。嗰、那个咩特老大个女住嘅，应该仲要轮到。一下揾咗啦。啊系揾到条友啦，啊系揾到，记错咗添。一下佢拎完啲宝石就已经揾，就已经拉稳住条女啦，跟住系就系阿死傻仔架飞机战同呢个缩细人咁样啦，呢几集嘅流程。系啦，咁就暂时为止，我觉得都处理得唔错嘅，因为我一路好担心，一路有担心过啊，就系因为第五部咧嗰啲战斗咧，一来就玩团体战又乱啦，二来啲能力又复杂咗啦，三来就佢啲画面表达亦都比以前冇以前咁清晰啊，因为佢玩啲好复杂嘅能力咧，一表现起上嚟，成个画面花里花碌，我又更加谂唔到个动画嘅时候可以点表达。咁啊，暂时为止个情况算理想嘅，咁特别系。镜中人呢个替身咧，佢有时讲佢点样掹啲人入镜，或者掹啲人出翻镜嗰个过程，有啲画面咧，其实睇漫画有时觉得第一下 get 唔到系咩事嘅。咁但系动画暂时都成场战斗佢嗰个画面表现都还可以嘅，都大概睇得明系发生紧乜事。咁就都算系咁啦，咁但系因为后面啲战斗会越嚟越复杂嘅，所以都担心紧到底后面会唔会真系都 handle 到咧咁样。但系画风啊画面嗰啲都暂时可都接受嘅，咁都有啲要型啊，要重点要画嘅画面，当然画得特别靓啊，咁间唔中会偷下鸡，咁就咁呢啲预咗佢嘅，咁都原谅佢嘅咁样。咁整体嚟讲就尽都睇到制作组希望都尽晒力咁想将第五部嗰啲风格尽量咁喺动画度表现翻出嚟嘅，咁希望佢可以 keep住做到落去啦，咁样因为我都到，因为咪后都同 L 妹倾过，究竟去到打 boss 打呢个胭脂王嘅时候，究竟嗰个抹杀时间嘅能力点样喺动画度表现出嚟咧？我哋到而家都仲系啊，谂唔到，都就系未有一个好确实嘅形象喺个脑入边出现到咯。系啊，即系因为佢你睇漫画系唔知道发生紧乜事噶嘛，嗰、那个画面做乜嘢啫？咁更何况嗰个咩用滴血嚟去 check 个能力嗰、那个本，即系本身嗰个能力都不不地嘅。其实事后讲动画系点样表现到出嚟咧，到而家都仲系有啲忧心，所以都我会期待一来期待制作组会谂到咩方法表现啦，二来我自己就都惊地，究竟佢做唔做到咁样嘅。系啦，咁都观察落去啦，咁样系啦，咁
喂，今集就差唔多啦，我哋都讲咗我哋啲睇咗同埋我哋觉得好睇嘅嘢啦。咁啊，其实就有做。都有睇嘅，不过冇摆上嚟讲啫。咪有啲雷到费事讲，唔系雷咯，系普通到唔需要攞出嚟讲。喂，系我重申有啲咧，我唔讲唔代表唔好睇啊。其实佢都好好睇，只不过佢冇嘢要需要再特别叮明咗我先唔讲呀。系明白，俾啲尊重，为我而生唔使尊重啦啩。你又咁讲呢套嘢，我几捻有兴趣噶。你我后屘八到佢连嗰只狸猫都可以搞睇嘅时候，系啊，狸猫嚟睇啊，系啊，我同净系睇嗰集得噶，咁我同大家讲，净系睇第十一集睇个男主角屌动物就得噶啦，系啊，其他啲集数可以唔使睇嘅，咁好爆啊，系啊，好，佢成套嘢最出名就系嗰一集，咁啊，真系人兽交啊，系啊，唔系咁讲佢唔系真系搞嘅，但系。咁你连嗰只动物都唔放过，系咪咁黐狠线噶咯？真系咁都俾佢，咁都做咗出嚟。咁啊，同埋讲咯，轮咗吸血鬼真系本季嘅灵丹妙药咯。啊，即系比方文社更加方文社。嗯，所以再要讲呢个别西卜真系一个灵丹妙药咯。嗯，即系另一个快，系因为有大西卜嘅人。乜嘢好嘢真系好治愈噶，大佬！我以前系做好唔好啊？有治愈嘅嘢又唔见你讲，你唔打我啊嘛，唔治愈唔到我啊嘛，关我鬼事啊 ！OK， 明噶啦，俾啲尊重，明噶啦，明噶啦，明噶啦 ，OK， 好啦，咁啊，明噶啦，明噶，明噶啦，明噶，你两个摆上宇宙捉鱼啊！哇！屌你！你真系咧，唉！讲啲有收尾啦，如果唔系呢个节目永远都唔会完噶啦。系啦，失控啦，我哋开始完，要完。你好心理啦，翻去神运啦，屌你你井口喂，你系咪冇牙齿啊？哇！你有，我搞即系用翻个头盔先吓。本人意见咧，并不代表本人立场嘅。好啦，咁啊，好差唔多啦，你今集我哋下集再见啦，好，系咁，拜拜。拜拜。